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哥。现在大家看的这个龙眼是09-150啊，我还没采摘，准备明天来测一下数据，来摘一些这果串回去。很甜呐、啊，石夹的口感，有点类似于石夹。哎呀！哎呀！吓我一大跳，直接下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还是蛮大个的，刚才那里一大串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果肉，也是比较洁白的石夹。现在是8月16日，现在成熟的这个品种。还是蛮不错的，石夹的口感。8月16日，在我们茂名化州，有点退坛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外观，眼珠的话现在有20-21左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果肉，肉挺多的。可吃力也可以，哇！刚才这个甜度有23，很不错。明天来测一下数据，还是可以的。刚才我们是在那边嘛，直接从那里跳下来了，啊，因为摘果这个不稳嘛，只能来到这里了。啊，今天呢就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品种09-150，很可以。像它这种就是胶合粒的，种子特别小的。大家看一下它的种子，绿豆大小，而且很甜。它这种4克-5克左右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你看这个果肉特别多。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这果肉？看到没有它的种子？它的种子很小个的，粒豆大小，很甜，石夹的口感，软软糯糯的，很清甜哇！23-22，种子又小，个头的话，这种有5克-6克，而且它的种子很小，实际上吃的很爽的，种子这么小。而且甜度又可以，甜度有22-23，啊，只要是个头小的，全都是胶合粒，胶合粒贼高，就是这种种子，这个个头特别小，这种个头大的就大一点，啊，今天呢就带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种，09-150，你看个头大的种子就大，哇，很甜。这品种是可以的，值得发展。石夹的口感，而且成熟期是8月16日，啊，而且种子这种小个的，就是胶合粒的，特别小的这种，啊，今天呢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冰狗，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。